只不过是镜花水月。我看能不能给他蓝抢了。全军出击。辅助挂机就挂机吧。一级我们要能打个蓝 buff 就舒服了。看看他是不是蓝开啊，蓝开，蓝开就把他蓝给他抢了。微微等一下，哎，嘿，哎，漏了三个兵，不过没关系。踩平 A 走。吃个药，谢谢噜噜噜噜噜，马上开奖了啊！我现在这是随便耗他血。感谢九九九九九，套你猴子！他如果不升级，我能秒他；如果他升级了，好吧。这波，那一级能没中？差了16点血，有点难受啊。不过我们把蓝 buff 给它续上了啊，这波只是小尝试一波，但是没杀了。没杀了就没杀了，没有关系。我都说了，我说他生了，那应该就是费劲了。果然他生了。华夫传递术，哎呦我！不好杀呀，算了。这狼人气完了，我一看呢，气坏了。这家伙伤害也太低了，这妖精儿。完全做不到一个爆发 AP 的虚区啊。这的炉灯了啊，上单为人呢，我们一会儿多去赶赶去。
WQE 走，你说这 WQE 不触发电刑有点烦。WQE 再这个链儿，这上不去了，算了。我们不用打野的蓝，哎，自己续。死了，又一点呀。吃个塔皮吧，我觉得可以吃啊，小吃一层。回家法穿海，我们就不先出遗失的章节了，先出法穿海。我这三个都给他卖了，没用。我会骗你吗？刚有个人问为啥主 W 呢，是吧？那妖精肯定得主 W 呢，那不主 W 这种别技能也没用啊，不可能是主 Q 啊，总是。把这火蓝给他秒了，跳弹打了，针眼插了，这狼人干哈呢？这狼人啥意思呢？这狼人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别！受不了，这受不了，这可受不了啊！你干哈呀你？你没完了是吧？啊？还追？打不死，妖精只能主 W 了。第一，这是我们主要位移技能，你必须得吸地快一点。第二，你得用来清线啊。第三，它伤害也不低。不得就得主 W 了吗？回家。带个扫描。谁呀？这老些人啊！小链儿下啊！
来，太阳妹妹。踩。哈士奇，来一下子。呀。踩他一脚。没蓝了。哎，吃个塔皮，这玩意儿1680，咋那么贵呢？走了，不推了，回家了。来个炉灯，炉灯的激荡，不来炉灯，直接美甲窃魂卷呢、啊？美甲窃魂卷，妖精不出美甲窃魂卷，收割者不行，收割者蓝不够用。哪呢？太阳妹妹，扣点干哈呢？太阳妹妹，这太阳妹妹怎么不动了呢？把中路塔拔了。链儿 Q 走位，快好，别谈了，我赶紧吃个药。他出的什么玩意儿？出的沙漏啊！走啦！啊！这防御塔为啥打我一下啊？涂个炉灯。这妖精打的火蓝其实是被扛他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点扛他我们。干哈呢，狼人？100块钱。没链到这呗，那没链到就没链到呗，咋那么骚呢？为啥骚啊？哎我一下给我推这么远，回来链儿25层美甲窃魂剑。
这不行，这小兵有点多，我得撤一撤。哎哎哎哎哎哎，点你。哎，要点眼我不可能啊。哎，最终啊还是给我点眼了，我靠。十五杀还有吗？没杀到十五个吗？啊。